你在横加阻拦，本座对你不客气了。十三本来就是小人物，真君何须跟我客气？放马过来吧！本座巡视锁妖塔，乃分内之事。你却横加阻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这锁妖塔内隐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哪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 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。九臣，莫非你也要与本座比试比试？你装神弄鬼的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封锁锁妖塔是天君的命令，浮云殿代行军令，真君硬闯锁妖塔，可有天君的手令？ 本座这就去见天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马上就见分晓。司命，真的是天君让我们来收锁妖塔的吗？神尊，你们来的有点太早了。 我最近功力真的有见长，就照那个天雷真君的水平，我至少还能再抗两个时辰。我看你吹牛，能一口气吹两个时辰。司命，带十三去药王洞。不用了吧，他皮糙肉厚的。谢神尊。 神尊，若天雷真君去向天君求证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去吧。哎，你跟神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为什么让我去拦着天雷真君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你还去？不是你让我去的吗？这锁妖塔里到底关的什么？你问神尊去啊！我不敢啊！走吧，咱们去药王洞。我不去，我没事。没事儿？你都被天雷真君打出内伤了，你不去看看怎么行啊？走。哎呀，我都是让着他的，我根本就没事儿。让着他？ 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咱们才几天没见，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升为上神了。哦，现在连天雷真君都不放眼里了。我们打仗讲究的不是品级，这凡间有一句话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这就是你打仗的时候，你必须一口气憋足了，然后你不能泄气，你一旦泄气，你就输了。天雷真君他是个老头。 他刚跟我过没两招，就已经喘得不行，他怎么可能赢啊？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当然了，你想，你一品级倒是比我高了，可你打得过我吗？我是怕伤着你，口气够大，来啊，过两招，来。懒得理你，你到底去不去药王洞？你不去的话，我先走了。 我送你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走吧，咱们还是去吧。啊。
千军，臣要进入锁妖塔，可九臣不让，说这是你的命令。臣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，还请天君下令明察。这正是本君下的命令。啊？